个道歉止血一下。我认为我太太讲这个话并没有错啊，是上梁的百姓遭殃受苦。老天有眼，惊人之语之后，蔡丽仪首度现身，吴敦义一路保护，但太太哪里忍得住，马上突破吴敦义保护线。我替老百姓叫屈、我是在替老百姓叫屈，就是这样而已。他们宣传的说那个治水非常好，那为什么一场雨一天的雨就让百姓淹了水淹了那么多天？我在替老百姓叫屈。替百姓叫屈，讲一次不够，蔡丽仪讲了三次，总听得到吧？与其别人解释老半天，不如自己来。吴敦义护妻紧张了。百姓心中自有一把尺啊，你也不要讲说很多灾民在讲什么，该骂的是那些贪官污吏啊。发言阵型再换，蔡丽仪戴起墨镜，像是知道不要再说，但他哪里忍得住？不能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委屈？奇怪，不会。真是奇怪，我替老百姓叫屈，我有什么？替老百姓叫屈的，所有问题。眼看太太就是很想说，吴敦义只好帮着一搭一唱，但老天有眼是蔡丽仪自己说的，再加上国民党将把灾区圈起来，抛出淹水怪谁，水还没退完口水又来，灾民自己才最想叫屈。三立新闻黄国瑞、田仁祥、陈嘉文综合报道。